上次视频给大家说了 Saab-37 雷式战机，还记得很早以前给大家做的这款 Saab-35 龙吗？ Saab-37 的前代机型，丑是丑了点，但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战斗机。 Saab-35 是瑞典50年代开始研发的一款战斗机，虽然单发的动力弱了一点，但也能实现两倍马赫的极限速度，而且在低速有着非常不错的机动性。它是最早能做出眼镜蛇机动的西方战斗机，也就是后来让苏两七名声大振的普哈乔夫机动。其实 Saab-35 实现的更早，Saab-35 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斗机非常符合像瑞典这种北欧小国的空军需求，而且列装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空难事故，非常的皮实可靠。那么最后问题来了，眼镜蛇机动在现代空战中到底有没有用呢？喜欢飞机的话呢，推荐大家阅读 DK 飞机全书，关注我学习更多纸飞机教程和飞机知识。